牛三撇呀，叫羊呆。牛兄，你敢真是要离开？这层情书不是我愿意。二八三七四六零，是你应该爱我来讲亲情。我一路迢迢来到这，悔婚两字，是我心惊吓。不是我侥幸要悔婚，阮爹输将亲输阮，比我应该加袂住。牛兄，这是我的郎君。今麦你讲这有啥好？股股刺痛在我心头，三撇见笑就要走，看破我头，转阮家。牛兄，应该彼边顶。演几次痴情爱，彼边卡落几阵目屎。阿妈讲，因的代志伊拢知，犹原看一摆哭一摆。就安尼的故事，阿嬷讲可能爱情无自由，较赢自由恋来也成戏剧。谢谢蔡宗宇、周胜渊。阿瑟，我很钦佩你的态度。你对着这个舞台的敬重，我感觉这个态度真正真加分。我会觉得说，你愿意，以这个扮相，然后请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人士跟你这样的搭配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当然，在我们这个舞台上。不乏有这样的演出，但是阿瑟，你愿意这样的扮相唱到安尼的台语歌，我感觉不简单。我觉得你今天的组合有这样的反差的感觉，会非常的有趣，展现了这个舞台更新的一个面貌。这个尝试，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想当艺人的人该去尝试的。我觉得这点很加分。好，今天这首歌呢，为什么会大家有感觉啊？不是因为你反串。因为太多人反串的，最主要是你有一点大哥的样子在带弟弟出场，这个很动人啊。所以你从头到尾哦，你是非常投入，好像你才是开歌仔戏团的那个人啊。这个部分其实很动人啊。